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别给自己找麻烦，头顶天，脚踏的。难死不把人算计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是非非又论断。人穷，但志不穷，不屑于坑蒙拐骗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凡事给自己留条路，为人处事别太狠。人在人生不欺人，是强者，从不恃强凌弱，是智者，从不斤斤计较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人不要目中无人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即便你是一行状，也有不涉足的领域，谦虚谨慎才是为人之道，大度宽容才是处世之理。做人做事不失善良，人前人后不丢本心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黑心钱千万别赚，昧心事千万别干，内心有愧走不安稳，干干净净活得坦然。人只要不懒，总能吃饱喝足；心只要不贪，总能心安理得。不要管他人如何想你，纵然三头六臂不能事事周全，不要对他人算计欺骗，是阴谋早晚有拆穿的一天。一个人不管事业多大，资产多富，身份多高，名声多响，若是人品不好，重利轻义，那么在别人心里也不过是一个道貌岸然之辈。一个人就算再穷再丑再不济，只要人品端正，重情重义，那么在别人眼里就是可信可交可亲的知己。人活一世，人品大于天，人若违心，暗生惭愧，人若正直，问心无愧，人若亏心，面目全非，人若有爱，暖心暖肺，人若计较，处处生悲，人若糊涂，那无所谓，人若恶毒，众叛亲离，人若善良，价值不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